那边那个，像那个，对，对对对，好，现在已经是直播状态了。哦，好，好，李现终于来了，声音可以吗？可以可以，好，先对着镜头跟我们腾啊这个吗？对，腾讯视频直播的朋友打个招呼吧。腾讯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现。就是在你来之前，其实大家已经刷爆了整个直播间了。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男同胞最关心的就是李现什么时候开课，然后传授一些韩商言式的恋爱技巧，能给我们。应该韩商言开课。对，我不行，李现本人不行。女同胞其实就特别关注今天晚上大结局的剧透，到底童颜夫妇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情线？就还挺甜的，就说多了对不合适，大家应该耐心的等待今天晚上的到来，和大家有一个 happy ending 嘛，跟大家一起有一个关于结局的这么一个团聚。 对， 对，就是最好在腾讯视频上观看啊。对对对对，我觉得有始有终嘛，从我们第一天开始大家喜欢我们这个项目，到最后一天大结局，有始有终陪伴大家这个七月。对，嗯，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正式的第一个环节，然后就是在之前我们在火锅视频 APP 上也发起了一个公开的作业嘛，然后现在就请李现老师帮我们检查一下网友粉丝完成的作业的情况。嗯，来，手机在这里，可以看一下前三名粉丝就是给你准备的一些小视频。哪个是三个？这三个就点开看，对对对。就是我看完之后，我是对网友的那个创意特别佩服，真的还挺厉害的。可以稍微给我们点评一下前三名的作业。我第一个还没有看完。你们这一个都2分多钟。大家对这个剧真的自发的会产出一些这些视频。其实可以看完第一个，然后就直接那个，因为网友都说等不及要跟你进行进一步的互动。那这个还可以先可以我们线下再看，然后线上先看完第一个之后，然后我们就是你可以点评一下，然后我可以用那个我们的代班账号帮忙网友转述一下你的对他们的评价。然后代班账号是追星超敲进的阿花，然后对，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画出了精髓，画出了韩商言的精髓。就和你本人像吗？你觉得你满意吗？对他们的这个作业，跟韩商言本人很像，对，皱眉啊什么的，不开心的表情啊什么的，还挺像。对，没有看到后面两个，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对，就是我们会在线下让他就把网友的作业都看完，然后如果有什么特别精彩的，我会帮忙用这个账号来转述一下宪哥的那个回答。嗯，就看了一下就是网友的这个自发的作业，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冲动想为就是今天大结局做一些什么事儿呢？比如就是体验一下我们鹅厂小编的就是日常的一天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场有准备一段说那个就是大结局的片段，
你可以先看一下，然后就是根据这个片段来提供一下今天晚上的那个看点和那个图片。你可以看那个。哦。有之前有看过这个片段吗？有，就是当时演的时候那个拥抱，是能给我们说说细节吗？啊，其实没有设计什么细节，就是你真实的感受就好了。就是如果你是韩商言在那个节骨眼，然后让你上来拥抱，其实你比较手足无措，你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拥抱两个从来没有拥抱过的人，所以其实就有这方面的感受。对，所以当时是比较就当时现场什么感觉就怎么演的。对，那看完这个片段脑海里有想到我们刚刚的任务吗？就是要你们的任务，每天的任务就是会为他一个标题。对对，你一个标题和图片啊。对对对、哦、好，在线上推广。那我们今天也准备了电脑，然后你可以挑选一下那个、然后打开这个文件夹里边看一下。你们也真是会挑啊，全挑亲吻的。不要剧透，这个是我们的彩蛋啊。对，这样今天晚上在腾讯视频才能看到。韩商言独家写的标题和图片。那我要把字打出来吗？对。好，好了是吗？好，好，那给我吧，我看看，我先替大家看一眼。哇，感觉自己爆了一个特别大的秘密啊！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个今天晚上可能会爆啊！就大家在腾讯视频上线上，我们会推广韩商言亲自写的标题和看点。好，好，好，行，那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趴。哎，小心。那想问一下，就是刚刚这种感觉怎么样？就是当鹅厂小编的一天。鹅厂小编这么简单吗？你是觉得就还挺简单的是吗？没有，就是好像就选一张图，然后打一行字就可以。不，是吧？对，应该还有很多工作吧。对。那如果说不当演员，会考虑就是做这个吗？做小编吗？对，加班吗？对。大家突然笑了起来。对，就是当然你说就刚刚是都是在线上进行的部分嘛、然后我们其实今天你也看到了，就线下其实来了一些粉丝、然后就是接下来可能就要进行跟他们的一个就是独家的一个互动了。哎，这几位粉丝都是我们腾讯视频尊贵的 VIP 粉丝。然后、Hello 大家好。对， Hello 大家好，我都不是 VIP， 为什么我是 VIP？ 就我们会在大屏上出现五个词，然后粉丝通过自己的描述让你猜出正确的答案。好，嗯，好，那我这电视我就看见了。那个电视上没有，只有后边大屏。我不回头就好了。对对对，你不回头就好。好，行，请我们那个导播切一下那个。
好。嘿，Hello，Hello，你好，你好。这个词就是两个动物，然后第一个动物是咯咯咯。鸡同鸭讲。也太快了吧！能跟我们说一下“鸡同鸭讲”这个词在剧中你是怎么用的吗？就有一天我们俩吵架嘛，有一天跟那个童年吵架，然后吃饭那场戏，然后就说到了这个“鸡同鸭讲”这个词，所以就印象比较深刻。对，所以一说我就想到了。对，好，那第二个呢？第二个粉丝。韩商言的口头禅，他在一集里面出现了三次。啊，韩商言的口头禅。过年的时候，在过年的时候车上说了一次，超市说了一次，家里说了一次。嘀嘀咕咕是吗？可以可以。嘀嘀咕说什么呢？韩商言上身是吗？那第三个词。啊，谢谢你好。Hello，Hello。然后这个词语是 A B C B 的，然后是因为在意韩商言，所以总是说关于韩商言的话题。然后韩什么什么，然后这两词倒过来就是这个成语的后两字。啊哇啊，这个有点难度呀、啊、任何的作用有没有形容字的，你比如说那个字描述一下字。这个就是角色的名字。角色的名字韩什么什么韩商言。对，倒过来不要紧张。伤寒，袁伤寒，寒什么什么倒过来，寒什么什么倒过来，对，啊，就其他粉丝有没有什么提示？倒过来，就是这个成语的后两个，伤言言伤哦，在伤言伤是吗？哇，这个都能猜出来，可以可以可以，好，他们嘴型告诉我的。暴露了，暴露了。Okay, 行，第四个。这个词就是，韩商言为了让童年死心，说了很多伤害他的话，用一个词语来形容，说了很多伤害年年的话。第一个就是入的反义词。入，出，出。说了很多伤害他的话。出口成章。第三个字也是你名字里。哇，粉丝真的请克制一点，一个一个说我能听的，你们一起说我真的听。哎，那个礼物，礼物可以吧，就是很让人伤心，你说了很多让年年伤心的话。口嫌体直。哇，第一个字是入的反义词，第二个字出好。第三个字是什么？我的名字。韩，哇，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我真的不知道，粉丝都自己准备了是什么小条是吗？出口伤人，哦，自己的名字，第三线什么？这些其实、出口伤人，对，这些其实都是韩商言衍生出来的词儿，对吧？啊，出口伤人。然后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前两个字是 KK 队员队员的称呼，魔王啊。老大，嗯，对，然后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这些岁数已经不小，老大不小是吗？好好好，这一趴吧，哎呦妈，大家非常认可，大家已经进入到角色，对您的那个岁数的那个一个描述，我还好，我27岁，哈哈对，好，这一趴完美的结束了，然后其实宪哥也给大家就是几位粉丝准备了特别好的。夏日饮品、啊、然后就是就由我代劳，对对对，然后给到粉丝们，辛苦辛苦辛苦，对对对，好，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好，好，第四部分呢，其实我们接下来可能就是和线上线下的粉丝都互动了一下之后，然后我们其实也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游戏，来就是了解更深层次的李现，然后我们的机器呢，娃娃机，哦，对，哦，好可爱，哇，有我们工作人员，哇，慢点慢点，
是不是不够长啊？来，我来帮忙。对，可以稍微侧着点，就麻烦您可以站起来，然后就是对对对，这样侧着来，因为镜头在这儿嘛。好，我站起来还能拍到我。头病啊？哎，啊，那好，就是这样是吗？对，臂呢？对，这个 ，OK， 是不是有点袖珍？是，还要臂啊？对，还需要游戏臂才能启动。这样不就出来了吗？这我可以，可以，可以啊。可以，那你看一下里边的问题是什么，可以自己读一下，然后。想知道宪哥的大长腿有多长吗？可以量一下吗？可以量一下吗？怎么量？现场有尺子吗？哦，你这是什么？我靠！我们这个这可是真的是独家，独家直播，独家。哎呀，现场量腿，我也是第一次干这事儿。也没有那么优了，对，只是个子比较高而已。我的天，还有量！我的天，果然准备好。我就不站起来了吧？啊，我直接这么走。对对对，来，来您，我来看看。倒是不用那么低了，但有点骗人了。就是到脚底板，大概我觉得脚的位置就可以了。嗯，但我看看，因为它这个。对对对。至少超过105吧。啊，一百零五，一百零五也没有那么逆天了。对对对对，我比较正常。对，这是典型的大长腿，真的。对，然后可以再找几个问题了。都有都有，被我摇出来了。哼，什么时候能展现腹肌？对，这里问题都有点辛辣。辛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更希望更多的时间展露这些东西的话是为了角色去展露，有剧情的需要或者是角色的需要，然后展现给大家。那自己平常生活中就是比较喜欢稍微沉寂一点的，就是沉在自己世界里的。那健身干嘛的也是为了自己，就是身体健康什么的，所以没有刻意的去展露。但有的时候比如说最近比较练得比较好，就会忍不住发图什么的。对，那能给我们稍微说一下，就是自己的一些健身技巧或者是减肥技巧吗？啊，我觉得首先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吧。一方面是要坚持，我觉得坚持是对健身这件事最重要的事情。那我就坚持跑步，坚持了五六年，然后坚持健身也坚持了现在五六年，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对，大概是这样。嗯，下一个。如果有10天假期，你会计划去哪儿干什么？10天假期，那我能去的地方多着了。我一般不会纯去旅游，嗯，我一般会去旅行加学习，就是去到一个地方，希望不光是看到了这个地方当地的一些博物馆啊、美景啊，或者说是这些高山啊、崇山峻岭，我也希望可以。去学到一些新的技能，然后能帮助到自己作为演员的基本功吧。对，那比如说去旅游会自己做攻略吗？会啊，当然会，嗯，要不然的话就寸步难行。对，就是是不是就是李现本身是不是也像韩商言一样，就是做饭啊什么的，家务什么的都特别自力更生啊？当然不是。对，我做饭就跟我画画水平差不多，都非常的非常的差。对，我但是呢，我从小到大都在家里，是洗碗的那一份工作是我来的。对，所以洗碗啊、煮饭啊什么的没问题，但炒菜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对 OK， 行，那可以继续来找几个问题来回答。没有了是吗？还有啊，还有可以继续摇出来，或者直接揭盖就可以。哦，这里头还有一个。对对对，还有一个揭盖太残忍了。哦，题目重复的呀，竟然重复了吗？对，是重复的呀。那还有吗？还有，再试试吧。对，再试试。
是这么是这么哦，这么开了。对。天哪，放回去放回去，下次你们还能玩。我多拿几个，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啊、什么问题会重复。那其实可以。啊。你可能会发现我们就是小编们的心机可能真的很深重，因为大家可能怕这个问题没有问到，很抱歉哦，都是重复的。那其实就也可以就是稍微跟我们聊聊，就是你自己就是生活上和比如说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今天直播之前就听了你那首歌嘛，给未来，然后就也觉得还挺好听的。就是，嗯，上一次来采访的时候也说，演员界的林俊杰嘛，这个千万别扣这个，现在要被骂了，我的天啊！现在都在说什么你现在蹭林俊杰热度，这种就别咱就别说了，对对对对对对。嗯，没有，当时就是跟别人在调侃，嗯、说我们去录音的时候，我跟那个录音老师在玩在闹。说现在老实说我因为我自己唱嗨了停不下来了，我说哎等会儿我们录完了吗，录完了让我自己从头到尾再唱一遍，如果觉得好用的你们可以摘取出来放到我们这首歌里，然后我就从头到尾唱了两遍，然后老师就调侃说哎我在我这个录音生涯就两个人喜欢这么做，一个林俊杰一个是你，我就啊挺好的挺好的，然后开玩笑，然后当然人家林俊杰水平是那么高的，我就是自己像个 K 歌的水平一样，但是就是很多我的黑粉就是那些不喜欢我的人就说我在蹭热度在炒作，所以这事儿咱就不提了。对、嗯、那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接下来的工作计划？目前就在看剧本，其实没有确定一定要演哪部戏，就是还是在一边在忙宣传啊，忙这个亲爱的热爱的这部戏的宣传的同时，一边在去看找过来的新的剧本。嗯，那其实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然后就是来鹅厂做客嘛，然后就是我们知道你也准备了一些神秘礼物，然后我们正好就是亲爱的热爱的这部剧的小编代表，然后今天也到场了，然后就你可以把这个礼物送给他。好好好上我们的礼物呢。哈喽，你好哦，谢谢哦，礼物已经由工作人员送上去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由宪哥送给我们这个。对对对，因为这个就熬夜小编，大家每天都盯着这个屏幕啊、手机啊什么的，然后可能熬夜什么的会比较累，所以送个我代言的喷雾。对，希望你平常可以喷，我自己也用，我觉得很好用。对，好，谢谢。能为宪哥工作是我的荣幸。哦、哎呦，厉害厉害，彩虹屁。哎，等一下，合个影，合个影。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那其实就是您准备了礼物，我们不可能空手来嘛。然后就我们终身会员卡吗？你猜一下，先 Q 一下对吧？对。然后我们由我们腾讯视频 VIP 的代表，然后把我们这份礼物，有点激动，然后把这份终身上头会员卡送给你。哦，谢谢。然后谢谢对。谢谢。对，可以翻看后面有。哦。也有小心思，对，巴拉拉上头小魔性，谢谢。有了这个会员卡，你就可以在腾讯视频上就是畅游追剧了。真的吗？真的啊。真的有一张这样的卡吗？真的呀，我们不骗人的呀，当然是真的呀。哇，太厉害了，终身上头会员卡，巴拉拉上头小魔性。那腾讯的项目咱们聊起来吧。看一下，来。那其实就是这个环节也到最后了嘛，就是特别想就是请宪哥再跟我们现场粉丝和那个线上的粉丝来就是说一下自己的心里话，就是说一下这个剧的拍摄的情况和就是对今天晚上大结局的一个期许嘛。首先我觉得我非常感谢的是我们当时一起为这个项目付出的艰辛努力汗水，然后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那也很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对我们的支持，包括我们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我们这部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关于梦想、关于追求、关于甜啊、暖啊这些东西的表达。那我很开心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我也很开心大家为我做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接下来为大家带来更好的影视作品和角色，让大家在除了这部《亲爱的热爱的》之外，还能看到更多的好的戏，也为这个我所热爱的事业去留下来一些什么。对，那其实，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说，那其实就是。也特别想说，就是跟现场粉丝分享一下，就是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因为你看他们也特别激动嘛，然后那个什么，就是希望你给他们一些爱的鼓励。就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请大家以后继续支持我，对对，大家继续在腾讯看我的戏是吧？对，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最后再跟线上的网友。就是说一声再见，我们今天可能直播就到这里结束。那我们今天腾讯的直播就到这里了，那我们有缘再见，谢谢大家。大家记得今天晚上在腾讯视频看宪哥自己写的亲手的图和看点，然后看《亲爱的热爱的》的大结局。好吧。OK。好。好。谢谢，拜拜谢谢，谢谢，拜拜谢谢，拜拜。好，加油，加油。